一连五日的美食博览，不少的参展商都在场内提供即煮的食物，煎炸炒样样都有齐的。不过这些高油烟的食物就令到场馆内的空气混浊了。我想问你觉得这里长区的空气不好？为什么不好法？我不行了，但是是不是很扩喉？是啊是啊是啊，真的很扩喉，是啊是啊，所以自备很臭。部分的参展商已经遵从展览会的规则安装又或者租用抽油烟机。很多煎煎炸炸的东西，其实怕不怕抽得不好？一定收到的，我们这些是收得很漂亮的，是的，收得很漂亮的。怕不怕都大油烟？即是说真一句，即是多多少少都有的了，是的。但是呢这样抽呢就比之前呢好早之前呢没有那么。这个真的收得挺好的。即是之前的好，好早之前少啲都有，不过咧而家咧多数都有嘅。但我哋呢啲系符合食环署嗰啲条例比较好啲、强力啲咯，抽嘅。咁之前试过，试过大会嗰啲咧，就我哋可能我哋啲油烟犀利啦，就比较冇咁细，所以自己都转换咗自己嗰啲。不过记者在场量度空气污染物 PM2.5 浓度嘅时候，就发现毒素高达每立方米超过340微克。超过世卫的标准12倍啊！记者亦都发现部分的摊档更加违规，未有安装到抽油烟机。贸发局就话会加强巡查，如果参展商未有改善的话，有机会拒绝呢间公司再参加美食博览噶。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